擅自曝失眠一年，想改名字重新来过。喂喂，你今天很搞笑哎。还好，我一直都这样啊。今天是综艺魂上身。我只是脸书在台上是不一样的人。延平亚论举办新一批唯一一场的前场会，看起来心情大好。最想去亚论的心里，好肉麻哈。但是其实他们一直都在。真的。对，哦、我知道讲出来好像很官腔，但是其实都在。对。你会有那种就是睡眠障碍是什么？有过，是很短是很长？很长，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时候是一年吧？发生什么事长达一年的时间？很多事啊，你也知道我发生太多事了，太多事了，都有一些都是也是自己搞出来的。以你现在的高度啊，你会？我177。你现在会很还会在意网友啊或外界？对你的一些批评哦，如果你这样讲起来，应该是指的是我心里的高度，嗯、就是确实我比较不在意了。你会很想要做自己？我就在做自己啊，就不能像断了线的风筝啊，风筝很自由自在的飞，但还是要有人在旁边拉，你才能飞得更好。好会讲，果然没人打我。怎么这么会讲啊？黑拉亚论炒作自己，还想把艺名改回本名。那有一个进步吗？想要把它改回？公司有一直劝我啊，就是慢慢来，不要一下吓到粉丝。但是我最喜欢吓粉丝了，他们越这样讲，我越想改。你如果改名，就是要重新宣传，变新人。哎、欸，很好啊，再重新体验一次新人的感觉也不错。对，大家可能也误以为我是刚就是选秀会出来的之类的。